2020-03-07-86 台语文练习册名台湾人写真作者台语文志工队几年当前大约2014年在台中市图书馆看到台文网报杂志社出版的台湾人写真2008年5月初版附 CD 一片部分节录，迄当阵我俩阵内底有真济相片，写真写信，哪知册一拍开，内底无半张相片，内底写的字，我哪捌，搁哪毋捌，就甲囥返去原位。后来2016年退休了后，想到德山私人姓名纪念图书馆因的影响，爱来做公益代志。因为德山人去姓名纪念图书馆，规年通天，搁规年通天长期办免费读册会，予我思考我退休要做啥款公益代志。想啊想，想到学台语文，到推广台语文，为台湾人做个公益事业，就是这味个。经过3年4个月的学习，嘛有学过台语文啊，嘛那学那分享，影音分享，我做的影音档，拢甲放伫 YouTube， 予有缘亲缘的人去望看望学。即马台文网报杂志社出版的台湾人写真，内底写的，我看捌，嘛会当念台语哦。原来台湾人写真的写真，毋是日文的写信，是咧写真真正正咱台湾人的故事。自身经历的过去记述，2020-03-07-86台语文练习，册名台湾人写真，作者台语文志工队。